大家好，这里是糖果的秘密花园。今天来做个铜板美食什锦炸弹豆腐羹，大家看丰不丰盛？非常便宜的食材就可以做了这么一大盘，下面我们一起来做吧。准备三个鸡蛋打散，加入一大匙的素薯粉，把它拌匀，热油锅塞入蛋液，翻个面把它炸熟，炸到酥香。金针菇一把，切小段。川木耳，切丝。再准备处理过的香菜，还有辣椒丝、虾皮。切点蒜末、姜末。起油锅，先爆香蒜末、姜末，还有虾皮。呛点酒，去虾皮的腥味。陆续加入木耳丝、金针菇，拌炒一下。加入一杯水，先煮沸。嫩豆腐切丝备用。炸弹切丝，放入盘中备用。胡萝卜丝也加进来。有点水太少了，补点水。调味，三分之一茶匙的盐巴，一茶匙砂糖，用太白水勾芡，勾芡后加进嫩豆腐丝。这样子可以保持嫩豆腐的嫩度。最后加入辣椒丝以及香菜，点点酱油以及五印醋。
好，起锅，淋在蛋丝上，最后撒点胡椒粉，滴几滴香油，美味上桌。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，那有什么话要告诉版主的，请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会尽快回复。也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以接收信息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